Angelika Krylova for Oleg Ovsyannikov. 这是一对著名选手，是俄罗斯运动员。他们也是在美国训练，跟俄罗斯的一个名教练 Linichuk Natalia Linichuk. 这一对是非常善于表演的选手，而且的舞蹈功底相当的深厚。我们观众现在可以欣赏一下高水平的冰上舞蹈运动员的表演，无论从表情和音乐的配合， 在脚下溜冰的技术都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他们在表演的中间，观众已经给他们热烈的掌声，给他们一个鼓励。 他们编排难度怎么样？他们编排的难度是特别好，每一样动作都做得很清楚，而且步伐是很难的，然后看他们距离合在一起的非常好，很近，就是滑冰转身动作时呢，要贴身很近，而且那个距离控制相当好，而且表情和分度，像目前他们还是最好的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慢镜头，这是刚刚这对选手做的难度动作。 他们的技术分是5.7、5.7、5.7、5.8、5.6、5.7、5.6、5.6、5.6。 艺术印象分是5.7、5.8、5.8、5.9、5.8、5.8、5.8、5.8、5.7，目前排列是第一位。